这个消毒间儿，还有一些桶洗桶的地方，那个我看也不是特别那个规范呢。这个问题就是发现之后，已经人员已经开除了。我们这厂子不是很大，这个东西它入嘴的东西涉及到人民的一个身体健康问题嘛。按照现在那个新的标准在整改。